他父亲有一个爱好，知道吗？就这样还有爱好？有爱好，跳绳。我爸爱耍流星。哎呀，导致这个眼珠子一会儿上一会儿下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，对，这边都空了，对，那脑仁得拽出去，这里边都空了。哎呀，没事拿出来看一看。还看看干嘛去？好玩啊。这有什么好玩？怎么拿它抠不好看，知道吗？抠不好看。哎，磕，哎呦，哎，这么往外磕，这没接住怎么办呀？好的嘞，站回去。哎呀，呵呵，再来，哎，哎。我爸爸真是个爷们儿，那是铁铮铮的汉子。对对对对，哎呀，拿眼眶吞铁球呢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哎，拿到手，多漂亮啊！还漂亮呢，你看这眼珠子画的啊，就这么神奇。什么？啊，后面有人？没这么看去，干嘛还带摄像头呢？怎么着还吓唬谁呢？这个。哎呀，我写这段的时候没有觉得这么可乐呀。